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，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，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，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。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，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，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，千万人中他竟关心我的心，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。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，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。走过的路有幻想有泪水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，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。走过的路有幻想有泪水，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。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在《陈兰立续新生》这个节目当中和您见面了。我的性格有时候挺固执的，小时候呢，我和我的哥哥姐姐去教会，虽然我没有受洗，但是呢，我却喜欢真理，不喜欢不问青红皂白的去怪罪别人。我相信人的心有善恶两面，我相信如果你用真善美去对待别人，别人必定会用真善美来回应你。从小到大，我是一个蒙福的人，神恩待我，无论我身处任何复杂的环境，神保护我，不允许别人伤害我，总要别人以良善来待我。我一直认为我算是一个蛮懂事蛮感恩的人，也知道进退懂分寸，只要我答应去做的事情，你给我一分我会尽力的去完成两分。但是眷村长大的我，好打抱不平，心软，嫉恶如仇，行义过分的结果常常是，每当我认为我已经尽了全力，我就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，哪怕是善意或者是忠告我也不听。信主之后，神磨挲我，让我受了不少的苦。在试炼中，神让我看见自己的骄傲固执自以为意，为何宁愿受苦不谦卑受教呢？神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，神允许环境发生一定有他的美意，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不是只是为了我一个人的益处，乃是为了所有他所爱的儿女都能够得到益处。圣经上说，骄傲直起真境，听劝言的却有智慧。当老我在我的心中做主，我就波折重重，当神在我的心中做主，我就喜乐无穷。我放下执着，甘心受教，我不再行义过分，我不再过于自逞智慧，我不再自取灭亡。陈兰立续新生，续于我的新生，我们下一次再见了。